松的小机密，如今全球都晓得了。马松和蒲公先有一腿，然后引荐给闺蜜李小璐。李小璐也去蒲公家，被卓伟抓到。李小璐听说花了1400万公关卓伟，打消了爆料。可是他们不应让王思聪倒枪，爆粗口的王思聪惹不起。王思聪升级不久，好友秦奋就开炮了，骂李小璐，骂卓伟，揭马苏的老底。而黄毅清间接把卓伟的猛料用笔墨描绘出来。李小璐这1400万原本就是卖藏遮羞布，这下圈起水漂了。对完李小璐和马苏，秦奋持续对皮哥和他的粉丝曝光皮哥吸毒史，婉言皮哥不知戴德，不是人。而事到如今，王思聪还未脱手，就是淡定地说要去做头发，还发了个安全套的照片。很多人觉得王思聪怂了，实在言下之意，显而易见，惹到我。你们玩的十分，用什么牌子的套套，老子也给你扒出来。原本人是小鹿，惹到王思聪，就只剩下死鹿了。